有一个共通点，只要有哥哥或者是有妹妹，妹妹就有妹妹。哦，对，有叫哥哥就会有妹妹。好，字义上面的那个叫阿美，阿美，你翻的母语比较好。哎，这边吧。要全部翻译出来吗？不要怕，妈妈，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的。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。每次这种事情都要叫我做，今天很气质美女。哦，啊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，除了刚刚那个阿美族的刚刚好以外，你不觉得阿美族的就算健康教育歌也是很温柔吗？有风吹的感觉，在石头旁边，被风吹。好啦，这首歌呢，它是说我讲哦，准备好哦。小孩子是捂耳朵，肚脐的下面有一个湖，湖的中间有个石头，
哥哥去那边看那个石头，一直看一直看，就这样。哦，他有有吗？有摸吗？哦，他是说去玩他吗？没有吧，沙利顺是看呢。阿美，沙利顺什么意思？哦，在那边与他相遇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就没快乐，快乐，好，再快乐一首歌吧，你喜欢吗？不要唱喽。